大佬神父，香港啦，我哋泰国都有好捻多摩罗差个噃，够摆窿中做大头绿衣，哈哈爸爸，合啲香港人。而家嗰班烂摊就难日偷鸭拐骗，日日见晒布，黑狗香港人憎。阿布拉罕细佬，香港新界最狗高个大帽山，流啲山水落大埔，原捻住小坑流到兔圆洞，俾座小丘咗捻住，要夹硬90度转弯，形成一个天然水塘仔。大埔啲乡下老叫果树做岛国潭。唐人唔能轻死去果树坊嘅。20世纪30年代，洪武贵响大埔开咗间马打料，派咗13条摩罗差入去睇住班唐人，唔俾佢哋搞搞震。叶天时嗰班摩罗差死晒去岛国潭，当果树喺恒河洗屎忽。於是班唐人见佢哋洗得咁够滞，又洗埋一份，改叫做摩罗潭。哇高大佬神父，果树睇落好似长长方方，有陆地有50码到近山果树，就有块大石固嚟做个天然浮台。水能在果树啲水好能深，浸得死人，而且下边怪石嶙峋，好能多香港人向果树跳水，被啲水底石春撞晕，结果去卖咸鸭蛋。阿布拉罕细佬，大埔班乡绅搵石燕子拉英嚟离乡，中华民国48年3月13号礼拜五至到15号礼拜日，一连3晚做广府大戏，筹啲银子嚟改造呢个天然山水游泳场，炸沟七捻水底过啲怪石，然后搵泥沙填捻七水底啲坑位，起条石屎堤坝嚟控制水流量咁，务求等啲人游得安全啲。又向四边加啲凉亭拉石凳，最后向中华民国51年6月10号礼拜日重新开放。自此向20世纪60年代开始，旺角镇又成200人嚟游水噶。哇高大佬神父，啲香港生意佬就紧有桥搵水噶啦，向旁边整间玉泉别墅，出租储物柜、乒乓波台、麻雀台、车胎做嘅水铺、啤酒、汽水、零食、炒粉面饭，仲有客房俾你老哥拉条女闩埋房门吊喺搞嘢㗎，入埋佢个桃园洞。